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注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4页，764页第三行，从当中看起，中辈之人，临终得见化佛，以决往生。决是决定，决定往生。应佛诸神，不一不一。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说佛身，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身，因为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这个学佛同学呢，一定要搞清楚，《华严经》上，《华严》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第一次宣讲的大经，内容是什么呢？佛在毗婆罗树下入定，真正彻底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一切的烦恼、习气、障碍。那么这些东西障碍我们的真如本性。换一句话说，障碍我们自己的真心。人人都有个真心，真心从来没有失掉。这个真心就叫本性，也就是真佛。真心真佛，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智慧，是觉悟。印度人把觉悟跟智慧称之为佛陀。那么这个智慧觉悟是本有的，不是从外学来的，外面没有，叫自性觉，自性本觉。我们中国老祖宗懂，不是不懂。中国老祖宗说，本性本善，这个觉就是善的意思。智也是善的意思。通能讲得通，自己本来有的，本来有的
现在为什么没有？现在叫迷了。为什么会迷？因为烦恼习气啊，这个东西啊，把我们的真心迷了啊，迷了之后啊，从真心变现出一个妄心来，妄心跟真心是一个心，作用不一样，作用啊。真心在觉，他是无所不知，无量智慧啊，无所不能，这么大的作用。迷了之后呢，啊，一无所知，虽有它不起作用啊。所以佛教叫做无明，无明，他不明了了，本来是明了。现在不明了，叫无明。啊，无明是所有烦恼的根源。啊，烦恼都是从这生的，所以一旦觉悟了啊，烦恼全没有了。烦恼是假的，不是真的，像个阴影。啊，光明一照啊，它就不见了，黑暗就没有了。啊。明暗两面的，明是觉，暗是不觉。我们今天在不觉啊，不觉的时间太久了，不觉是迷得太深了真正回不了头来。啊，这是亏得释迦牟尼佛明白了。怎么明白的？从禅定当中明白的。啊，所以戒定慧叫三学，不只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人破迷开悟，回归自性，都用这个方法，没有例外的啊，就是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佛学的终极目标是要开智慧，那么定是手段，不是目的。啊，心定了，他才能智慧就现前。啊，所以佛法里面用水表法。啊，水在宁静的时候不起波浪。没有染污，把它比作真心，比作本心。啊，这个本心呢，本善。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山河大地通通照在里头。啊，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它的作用。啊，真心能照全宇宙。不但照全宇宙，还照过去未来。啊，没有照不见。不但能见，能闻，能嗅，能知。啊，见闻觉知四个字全起作用，本能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佛是你的本来面目。你现在把这些作用丧失掉了，叫你做凡夫。凡夫跟佛没有两样，凡夫觉悟了叫做佛陀，自性弥了叫做凡夫，就这么一回事情。净土中一生成就的原理理论的根据，就是佛在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理论根据净宗修行的方法，佛在观无量寿经说了十六种方法十六种，每一种里面又有很多方法，说不尽的。念佛法门是信愿持名，是十六种里头最后的一种，就是第十六观叫持名念佛。佛说法恒顺众生，古时候在中国印度好像也不例外，把最好的最精彩的摆在最后面，像文艺表演，最后的那一场叫压场戏，那是整个表演里头的精华摆在最后，让看戏的人必须从头看到尾你要没有看到最后的，那最精彩的没有看到，那就很可惜掉了佛说法了也如是，把最精彩的最得受用的放在最后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章，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摆在最后如果按顺序摆，耳根应该摆在第二，二十五个顺序它是第二个，第一个是眼根，第二个是耳根它的顺序是六根六识六尘，它这样这个次序的，后面是七大那么十六观你就晓得十六种念佛的方法，信愿持名摆在最后，为什么呢？最简单最容易又最稳当最快速，成功最高无比的殊胜。这一段经文讲三倍往生我们现在看的是中倍，这几句话是黄念老居士的暗语前面是引经引论经论当中说的，他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中辈之人临终呢见到的化佛阿弥陀佛来接引，全是化佛。化佛跟真佛没有两样法身报身应身化身说有四种身，
四种身是在作用上不一样，体上是一个啊，都是从真身变现出来的。那么化佛是什么样子？从理上讲跟真佛一样，从事上讲呢，跟那个众生心里想的是一样啊。《楞严经》上说的非常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所以化佛的样子是随你心里想的，你心里都常常想那尊佛那个样子，临终呢，哎，就是这个样子的佛来了，你会感觉到很熟悉，你天天拜他，天天念他，终于把他念来了啊，欢欢喜喜跟他去了啊。另外一个人也是念佛人，家里供的佛像跟你的像不一样，他临命终时见他那个像啊。所以凡事都要专呐，不要搞太乱了啊。你说供这个阿弥陀佛像啊，你也心不专，看到什么样子像都喜欢啊，搞了很多很多尊阿弥陀佛像供在一起，那临命终来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迎接你，你跟哪个像走呢啊。所以我在多少年来就劝人，像就供一尊啊。为什么专一啊？尤其现在方便，现在照相方便了，家里供一尊像，泥塑木雕的不好带呀、啊。出门的时候不带照片啊，我照成照片我随时带在身上，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每一天早晚都看到它，熟了啊，决定是这个像来接引，一点不会错。临终不是这个像，那就不是真的阿弥陀佛啊，那就是魔来现身来欺骗你啊。魔不敢变本尊，变本尊有护法神干扰他，不准他这么做法。他现不是你的本尊，他可以，护法人原则上不干扰啊，那我们就上当了。所以这个专一比什么都重要，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定要知道专啊。专一就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啊，帮助你成就。啊，无论佛现的什么身，都是从真身显现的，自然显现的。啊，佛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不会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相子是众生心，众生的念力，众生的愿力，是随这个随心应量这个理跟事，不能不知道。故随化佛往生安乐，住不退转啊。这几句
是讲你往生极乐世界，你随着化佛啊，你跟他去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住不退转。这个住啊，就是决定，你注定了。啊，住在三种不退里头，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位是圣人，决定不会退转到凡夫。小乘阿罗汉只有位不退，所以他是圣人。那么第二种呢，行不退，行不退是菩萨，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决定不会退到阿罗汉。第三种是念不退，化身菩萨，念念去向无上菩提。这三种不退转全部证得了，叫圆证三不退，啊，圆满证得三不退。在华严、圆教初度以上。啊，四十一个结尾，化身菩萨。华严是圆教，净土是圆教，净土跟华严无二无别。华严讲的究竟圆满落实在极乐世界，啊，所以念老这个集注里头引邪密大经证明华藏极乐密言是一不是二，名称有三个，实际上就是有处啊，八万四千法门，无论修哪个法门，最后所证的所生的处所，正果所生处所，是华藏世界。啊，藏密所成就的，最后是密言世界。净土最后归属啊，是极乐世界。三个名称不同，是一个地方，所以一个到了全到了，只是你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好像我们走的道路不相同，使用交通工具不相同，最后目的地是一样的。你要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互相在回放批评呢，毫无意义啊，最后走到了，哎呀，你也在死地啊。啊，到达目的地是一样，你看了，但功德智慧赐予上辈者，你的功德跟次第比上辈要差一点。啊，这个我们
知道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同是华藏世界，同是极乐世界，啊，同是娑婆庄严土，里头有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41个阶级，啊，全都是在一处，在一处有41个阶级，这就是功德智慧呀，有差别，有多大差别呢？不大。这个不大是在极乐世界，啊，华藏跟密也，我们了解的不够透彻，啊，但是根据理论上来推想，应该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虽然有41个阶级，实际上是平等的。啊，华藏上讲41个阶级，没有讲平等。啊，极乐为什么讲平等呢？因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华藏没有。啊，密言也没有，啊，大日如来也没持这个说法，48愿的加持啊，所以极乐世界有这41个阶位的名称，啊，事实上它是平等的，啊，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不但这上品里的平等呢，上辈啊，中辈下辈也平等，跟上辈平等，啊，这就真正不可思议。中辈是方便有余土，下辈凡圣同居土。愿文里头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没有说下辈在外，啊，没有说中辈不是，没说这话，没说这话全都是啊，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些地方我们特别留意。那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法门？这看清楚了啊。那么极乐是虽然是相同，它胜过前面两种啊，而且这个法门容易修，真正我们有把握往生了 啊，真能成就。尤其在先前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境缘顺境少啊，逆境多，啊，这个环境对修行人会的有大利益，啊，不会的呢可能有障碍。会修的人就是经得起考验的人，啊，顺境善缘，
不生贪念，没有一丝好贪念。哦，这个人进步就很快，提升的快。啊，逆境恶缘，不生成慧。啊，人在这个境界里头，很容易啊，迷在贪嗔痴里头。你能够去不迷、不贪、不嗔，这个成就就大幅度向上提升。所以欧耶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在于自己的用心，自己用清净平等心，净缘没有好处。为什么？平等看待啊，喜不喜欢呢？喜欢啊。对于外面一般宗教讲世间讲爱不爱他呢？爱他。虽喜欢，虽然爱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执着，对吧？这真爱，这是真心起作用。凡夫的爱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什么？真是永恒不变。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个爱是永恒不变的啊！会变，今天喜欢你，明天不喜欢了，这假的，不是真的。妄心呢？妄心刹那刹那在变，心在变，身也在变。昨天有个同学送了一份参考资料给我，因为我讲经提到人体的细胞，我说错了，我说大概是15兆啊，他把资料拿给我看，60兆，不是15。啊，60兆的细胞，每一天我们的细胞里头啊，生命，我们讲新陈代谢，有多少个呢？有70亿，每一天啊，每一天我们细胞的时候有70亿换位了啊，老的坏掉，新的又生了，你说哪个身体是自己？昨天是那个，今天不一样啊。啊，今天一天70这个对70亿的细胞在那个地方交换生灭了，分分秒秒，它都由旧的淘汰了，新的生去了。所以，哪是我自己的身？啊，佛家讲生灭了两种，一个变异生灭，一个分段生灭。这叫分段生命啊，有些细胞它的这个寿命只有几个小时，有的有几天，最长的是脑神经细胞啊，脑神经细胞它的寿命是150年啊，所以我们身体细胞寿命长的不一样，脑神经最长啊，像这皮肤上面这个都很短了啊，3-5天的时候它已经不是的，换新的了。佛家讲无常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啊，
知道无常，叫我们不要留念。为什么留念不住啊？留不住啊！不是我们想留就留，留不住啊！啊，念头也留不住啊！啊，念头是受想行识，身体是色法。色受想行识叫五蕴，五蕴是无常的，每一个都是无常的。啊，无常哪里有真的我在其中？啊，所以要看破。啊，看破你就不留念了，要把这个无常短暂无常之身来办大事。啊，大事是什么？大事就是佛事。啊，我们要学佛，学佛就是回归自性。啊，真要回归自性，那个真这个字很重要，因为整个宇宙是虚幻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啊，我们要求真，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我要用真心。啊，真心在哪里？不会用。啊，佛有接近真心的方法。啊，什么是接近真心呢？摄善业就接近真心。啊，不杀生。啊，永远不能有一个念头害别人。啊，伤害别人属于杀业。啊，属于道义。啊，对人的生命有伤害，是杀业。对人的财物有时有损害的，是道义。啊，不杀，不盗，啊，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些呢都是与真心接近相应。从这个地方认真去做，对一切人事物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就是爱心啊，真诚的爱心。这个爱心里头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没有支配的念头，什么念头也没有，纯洁的爱呀！啊，谁有呢？每个人都有。什么时候这个东西现前呢？你生下来那个时候啊。我讲经前面说过，人生百日，你出生的一百天，提露正常，你的那个真诚爱心表现出来了。啊，你看，无论在什么时候，笑眯眯的，那小孩，啊，不管什么人来，你去接触他，对你都笑，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还不认识谁是他的父母。等到他认识他的父母了，他的心被染污了，他有分别，他有执着了，不是天真了，啊，天真就丧失掉了。大概天真可以保持一百天，那一百天，那一百天是真佛，不是假佛。一百天以后慢慢迷了，越迷越深。
那就变成凡夫了。有事可知，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的老祖宗厉害，千万年前就看出这个事实真相，就想到人如何一生保持这个天真，那就成佛了。但是在经验上告诉我们保持不住。为什么呢？它会变。习性会变。本性不变。习性就是它的环境。环境会影响它。它跟圣人在一起，它变成圣人。他跟凡夫在一起，他就变成凡夫。性相近，习相远了。你看古人，看出人的本性，看出人的习性。从本性上，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从习性上讲的六道凡夫，不能称他作佛，他迷惑颠倒。于是教育这个念头就升起来了。苟不教，现在亲。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体会到古人讲教育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持你的本性。圆满地保持到神。能保持个七八成，贤人；能保持一半以上，君子。中国教育，这个古来的教育，圣贤教育与升官发财不相干。与保持性德有密切关系。教育目标在此地。那么一个人升官发财，那是另一把事情。什么事情？福报。你是个好人，一生断卧修善，积功累德，那就是富贵命啊。富贵的因决定得富贵的果。今天这个世界，无论中国外国，我们清楚做大官的发大财的什么原因？过去生生世世行善积德累积的，他要不是累积的，他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就是偷来的、抢来的、非法手段得来的，还是有福报。他能享受啊。我们命里没有这个福报，你就偷去抢，还没偷到手，警察就抓去坐牢了。没这个福报吗？所以传统教育学了之后，人心是定。他没有，
他按分收集，他清楚我这一生这个东西欠缺，我多做一点好事，来生我就提升了，就有福了。这一点都不假了。如果拼命修复，真正相信，一点不怀疑，像《了凡四训》里头所说的，那个佛来得快啊，现前就得到。那什么，少年很苦啊，中年也苦，老年享福。那为什么？他在青少年时他就晓得修复啊，本来一生都受苦的，到佛报太多了，现前了，这一生晚年得福了。凡事都有一因，这个世界没有恶人，这个世界没有坏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佛说的，你真学了佛了，学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上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啊！为什么理事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啊？对于州官发财的不羡慕啊，羡慕是个错误的观念，要学习好好修因，有因有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他明白这个道理啊。我有时候也遇到佛友们啊，从政的佛友们，我在台湾遇到啊，教育部有个秘书，我们是老朋友啊。有一天他来问我啊，他们上一期有一个缺位的，他想提升争取啊，来问我，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想争取这个职位。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争取到了，说明是你命中有的，你争取不到，命中没有啊。但是如果你能够发大心，我争取这个位置不是为我，是为国家为人民造福，我的权力更大，我多做一些好事。我说如果真正发这个心，你命里头没有也会争取到。他说为什么？上天看人，你是好人，你是为人民服务的啊，这个不一样。啊，有时候有这些人，我提出给他们做参考。啊，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为自己升官发财带来的命里所有。那么这是说明社会贫富智愚有差别。学佛没有成佛之前，在等觉菩萨都有差别。成佛证得长寂光，这是究竟圆满，
完全没有差别。啊，十报图里头有差别。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观经，中品三种往生者，皆为言发菩提心。啊，没有讲到发菩提心，生极乐后，所证呢一切声闻成果，如中品上生。说花开即得阿罗汉果，中品众生七日花开，这就不一样了。得须陀洹果，经半劫后成阿罗汉。中品下生呢，也是七日后得须陀洹，要过一个小劫才成阿罗汉，皆是小乘圣果。观经上讲，善导大师他注解观经，就是四帖书啊，他老人家的解释也记录在此地，为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上善凡夫人。中品众生是小乘下善凡夫人，中品下生呢是世善上福凡夫人。那么上面一个是经讲的，一个是观经上说的，一个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就称为论。啊，论是解释经的。好像与本经相违啊，本心中辈皆是发菩提心之大乘行人，本经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中下三辈通通讲发菩提心啊，没有不发菩提心啊，四十八愿里面第十九愿是发菩提心，十八愿生念必生，十九愿发菩提心，二十愿做阿惟越致菩萨。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净宗一定不能违背本愿，本愿是我们真正的根据。啊，本愿上有说。啊，本经中辈也皆是发菩提心的大乘贤人，道已到达极乐世界，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又往生论语，二乘中不生，盖为二乘中心之人不能往生啊，此则切于本经而违于上知经论啊，给观经善导大师所说的不一样如上相违之处啊，这互相违背的地方，净隐疏戒之，甚为祥善。啊，净隐，隋朝时候，慧远法师，啊，不是初祖，净宗初祖是东晋慧远大师，名字完全相同，和不同朝代，这是隋朝的。啊，唐朝前面隋朝的佛门叫他做小慧远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
啊，这就是净严宿。那么称净严，净严是寺庙啊，净严寺，他在这个寺院里面住，后人尊敬他，不称名也不称字，称净严大师啊，这是对人最尊敬的称呼啊。这个地方有一位大德啊，对他的尊称。中国古代这样称呼的很多啊，满清末年李鸿章，清末的大臣啊，他是合肥人，安徽合肥人，家不称他名也不称他字，称他为李合肥啊，这是最尊敬。那净严宿里头说，天亲作往生记，二乘中介不得生啊。天亲菩萨造的这个作就是著作啊，著作的往生论，这里头有这一句偈，二乘中不生。观经宣说，小乘众生亦得往生，其意云何？这什么意思呢？是也，这就是慧远书里头说的，言二乘种不得生者，就此各种往去世说啊，小乘众生呢，先随细小，临于去世，要发大心，方得往生。啊，这就是他就此过中是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居民，他先修小乘，啊，一生修小乘。但是临终呢，他发菩提心求往生啊！啊，临终发心能去啊，信愿持名，他真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啊，相信发愿往生呢，佛来接引，他当然能去。啊，不是因为他小乘往生的，不是这个意思。小乘不发信愿持名的心，他去不了。他发这个心，这样去啊，要发大心。说若用小心求生彼国，无得去离，这是没有法子，与理讲不通。这个解释的好啊，是为。天亲也，二乘种不得往生。那这就是天亲菩萨所说，二乘种不得往生。临终回小向大，他决定的是。啊，不但是小乘啊，那我们要问问，一个学基督教的，他临命终时听到这个法门，他相信，他发愿，他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决定得生？啊，关键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转变呢？啊，我们早年在美国亲眼看到的周广大先生，中国人在马里兰州啊，开个面包店，临终得的是癌症，
癌症末期，医院的通知家人接回去，不能再治疗了，告诉他存活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星期，这么严重回去之后一家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时候临时抱佛脚，到处求神拜佛，希望有奇迹出现，找到我们的佛教会，叫华福佛教会华福佛教会83年成立的我在那里请我做会长这个事情我亲身经历的，我们派了4个同学去看周先生看他的状况，劝他念佛，看了之后他们打电话告诉我确实不行，癌细胞扩散了，没办法跟他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周先生有善根，一天就欢喜，马上就接受，告诉他家人别去找什么医生找药了，别找，通通念佛帮助我往生。所以我们4个同修带着他的家人念3天3夜他往生了，真往生了，瑞相非常好，活化时候还有神力这一家人就幸福了关键在最后所以这个法门一口气还没断都来得及，太殊胜了关键就是临终头脑要清楚，如果痴呆症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最怕的所以要修福积德，什么临终的时候头脑清楚，这头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谁都帮不上忙那么第二个条件善根，就是这个时候真心平时候半信半疑，这个时候不可以半信半疑，要真心，要真愿，一句佛号十句佛号都能往生，这个法门的殊胜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是第一，它不是第二这才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弥陀这个方法，这个做法就是他建立极乐世界来戒引这些众生不是圆满的成就，到这个地方决定圆满成就下面还有一个问答这假设的问曰：若言去用大心，何故至彼真小故这有人怀疑是底下有解释，尤其本兮消沉多故，本在此处多学观察苦空无常。
小乘讲的苦空无常啊，至彼闻说苦无常等，即便误解，故真小苦。啊，他到极乐世界反复没有证到果位，听到极乐世界讲苦空无常，他马上就开悟，他就证阿罗汉果。答得好啊！啊，以本垂宗发大乘心，求生彼国，再彼国中啊得罗汉矣，即便求大，回小向大。谈鸾道诸诸诸圣解，以引路于前啊，都有详细说明啊。无论在哪一种状况，都会把理事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你不会怀疑啊。这是这个注解的好处真正帮助我们解决了疑难杂症。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下面是大悲下悲的，阔体下悲应行分三段。第一段发心转念，请看经文：其下悲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上中下三辈，发心专念完全相同。不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做诸功德不一样。上辈的人修集大功德，中辈的人修集的功德次于上辈，下辈的人没有做功德。不是不想做，是没有这个缘分做。现在我们知道了，不是没有缘分做，是不知道怎么做。怎么想也没想到，这持名号的功德了，超过所有的大功德。没想到如果你看看这个集注，要真正读通了，读明白了，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取上辈往生。念老临终之前，往生之前的半年，一天14万声佛号。为什么？叫我们把大功德补足，不就这个意思吗？一生疏忽或者没有能力做大功德的，专心念佛就积大功德。老居士为我们做实现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农村里头，阿公阿婆。一天到晚手上拿个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亲近他满面笑容，
一片天真。啊，不管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回答你的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个人呢，他往生什么品位？我跟他说的，上辈往生，上上辈往生。啊，他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在积累功德，积累无量无边的大功德。啊，绝不能轻视啊！啊，不可以瞧不起他们。啊，瞧不起他们，我们折服啊！这种人，要是一个地方上有那么三个两个，这个地区不遭灾难。那为什么？那是真念佛人，他是用真心，信愿就是大菩提心。啊，持名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他做到了。念老注解里面说，下辈生者有三个因缘。第一个发菩提心，第二个一向专念，第三个至诚愿生。啊，真诚心想生到极乐世界。啊，与中辈做比较呢，只是不能做出功德。啊，没有想到念佛是做功德了。不知道念佛是做功德了。啊，念佛的功德，一切功德都不能相比。你能相信吗？我们把这个，这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注解通通看上30遍、50遍，你就相信了。啊，遍数不够不行，遍数够了，你一定相信。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这一句佛号是佛中之王。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是自信，自信佛的道号。这名号什么意思？四个字全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能翻不是不能翻啊。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世尊在弥陀经上把这个意思说出来，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横遍十方空间，无量寿是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这两一句话里头代表着无量的时空，时空里头包括着一切，你一样没有缺。这功德多大，什么功德能跟他相比，什么好事能跟他相比，没法子比，而且是自性里面的无量光、无量寿，不是外面的。啊，性德真正的无量。啊，自性以外阿赖耶的是有量的无量，它不是真的无量。啊，所以无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
也就是真正的自己。啊，真正自己只有一个，能生万法。啊，万法是整个宇宙，能生万法，万法跟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体。啊，因为是一体，你怎么能去害他？你怎么能够侵蚀他？不可以啊，一体啊。啊，所以尊重万物，尊重自信，尊重自己的心得了。啊，这个我们常说，中国人讲伦理，伦理讲到最圆满、最究竟的是佛法，就是阿弥陀佛。啊，伦理是关系啊。什么关系？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诸佛如来跟我是一体，设法界一真庄严跟我是一体，一体哪有不爱的道理？啊，伦理讲绝了。啊，中国伦理讲人与人的关系，还有父子，还有夫妇，还有君臣。啊，有长幼，有朋友，还有这些。啊，这个没讲到一体啊，讲一家。啊，中国的伦理讲的一家，佛法的伦理讲的一体。没有分的。啊，所以分别执着是错了，分别执着是造业，造六道轮回业。啊，不分别不执着就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法终极的目标回归一体，一体是什么呢？净土宗所说的常寂光。一片光明，啊，大乘教讲的大光明藏，啊，大光明藏是自己，那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把心定在这个名号上，无量无边的功德。底下这一口，信要不疑。信是深信，要是欢喜。啊，爱好。啊，欢喜心要，不生疑惑。啊，这一句经文，就是生念必生愿中。智心信要啊，智心是至诚心啊，没有丝毫怀疑，所以这个经没有三十遍以上，信心生不起来啊。讲这个注解，念老的注解要看三十遍以上，你自然不生疑惑啊！你能够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听三百遍，我们做的有播经期，听三百遍，或者你把这本注解读三百遍。
你决定往生。啊，为什么？你有圆满的菩提心。啊，下面第三个小苦，至诚愿生，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我真想去。啊，我真想去拜阿弥陀佛做老师，我跟他学习。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成就会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在极乐世界成佛，你的德号就是阿弥陀佛。啊，在十方世界有缘的地方，事先成佛。啊，经上告诉我叫妙音如来。那个妙音什么？劝人念阿弥陀佛，自己念阿弥陀佛，劝人念阿弥陀佛，妙音就是阿弥陀佛。真的不可思议啊！啊，我们看念老的主经。以至诚心愿生其苦，即观经之至诚心与回向法缘心。啊，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回向法缘心是菩提心的作用。啊，回向，这个意思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把我所修所学的一切功德，不求人天富贵，不求名闻利养，不求五欲六尘，统统不求。专求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专求这桩事情，这叫回向。啊，法愿就是发愿求生净土。啊，绝不做别的，因为功德的果报三善道啊，你要不回向的话，他三善道受果报，且三杯往生。闲云全都说发无上菩提之心，是故净言疏曰：然此三杯，人为虽殊，知于往生，其须发心求大菩提，专念彼佛，回向法愿，方得往生。啊，圆公大师讲得好啊，讲得非常清楚啊。啊，这三辈的人，智慧、福报、缘分全不相同啊！但是同样发了一个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相同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欧耶大师说的啊，在要解里头讲的，印光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
为什么？过去祖师大德没人说过，他这一说破，你越想越真实，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的意思，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为什么？无上菩提心就是成佛。真心切愿的，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阿惟越知菩萨，就兑现了。是真心切愿，无上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条件具足了。后面这一段往生的果德，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赐汝中辈者也。那么说梦得彼佛，我们看念老注解，梦见彼佛，彼佛是阿弥陀佛。下有两种解释，这个解释呢不一样。第一种，往昔第二种呢，慧疏说的，两种都是日本经宗的祖师。这些人都是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善导大师的学生。他们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经宗自古以来是以阿弥陀经为主，无量寿经读的人很少，原因没关系，老居士说的很好，就是版本太多了，每个版本你的书说的不一样，你读这个本子，那个本子有的你没念到，所以放弃了，专念阿弥陀经。注解也是阿弥陀经最多，无量寿经只有两种，日本不一样。日本这些人亲自接受善导大师的教诲，他们净土中是以无量寿经为主，无量寿经的注解现在我们收集的就有十几种，十五种还是十八种的日本的注解。那么最近有人发现重新排版，日本这个本子虽然印出来了，照相印缩小了，字很小，不很清楚，看起来很吃力，所以确实有重新排版流通的必要，确确实实可以作为学习无量寿经的好的参考资料。
妄习思维，现实梦见。临终时啊，是眼见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就把梦见两个字分开了，一个是梦见，一个是亲见。这个说法也很好。啊，跟《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有相同的意思。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见阿弥陀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必定，关键是这两个字。啊，必定在什么时候呢？临命终时。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你还没断气，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你会告诉你周边的人：“哎，我看见佛来了，佛拿到莲花来接引我了。”你才走的。啊，这个例子很多，啊，在《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啊，对啊，临终见佛，啊，生到极乐世界，啊，那是当来，啊，现前到来。所以啊，往昔法师书里头讲，三辈具有梦见眼见，把梦见分作两个。啊，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觉经中说上辈，这个觉经就是本经，无量寿经。啊，不是指我们这个本子。我们这个注解里头有觉经，汉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有四卷啊，这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一种。这里面讲上辈云，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即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受命于宗室，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共翻飞行引之啊，共翻飞行引之啊，这就是他自己梦中见到佛与菩萨阿罗汉啊，在空中飞行过来迎接他。那么中辈呢，一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啊，这就是预兆。临终来也，本愿甚意，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头戒引众生的愿啊，本愿的甚意，殊胜的利益，故具引诱啊，通通都有这个现象啊，有这个瑞相出来。若无佛言呢，本愿虚谢了，那与这个愿不相应的
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如果你见到观音是指观经上是有，但是与四十八愿不相应。啊，四十八愿，下下品往生，佛也是来迎接，没有说不迎接，没有说下下品是没有佛的，没有这个说法。啊，那么佛要没有来迎接，我们就不去。一定等佛来迎，佛决定现身，啊，那就稳稳当当，就没有错误了。啊，这一点我们要留意。那么第二，观经下品，啊，观经下品都是我人造作。无逆是我的，这些人在临终之时遇到善友劝他念佛，啊，他回心向善，啊，所以这些人佛都来迎接，无逆是我，回报大乘，我们前面读过，啊，第十八愿里读过。佛都来迎，哪有下下品往生佛不来迎的道理？这讲不通嘛！精进下品，居士善思也能不迎。啊，第三，汉无。良医上中二辈居先蒙佛，然后临终见佛，故今下辈也应如是。是故本经为梦见言其前者，观经呢，云见佛呢，知其后者。啊，一个是往生的时候，一个是没有往生之前梦到的。啊，那么这种梦呢，最通常见的是在往生前七天，前一个月，前一个月到前七天。这很常见啊，那么临走的时候一定来接引啊，这个决定不错，这是一说啊。二，另一说如慧素啊，这也是日本祖师的注解啊，慧素说确实佛言，但仿佛似梦。我们一般人讲似梦非梦，啊，好像是做梦，又好像不是做梦。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书里头说，梦见彼佛者，如观经下三品人，命出刹那。欲火来行，说佛来迎呢，仿佛不明，犹如梦中故。这个例子确实好像呢，《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说的张善和的例子。啊，张善和造我业，他是屠户，一生呢杀牛为业，
啊，卖牛肉的。啊，一生当中杀牛太多了，临命终时，所以这个人他头脑清楚，他们有迷惑。啊，地狱象现前，他看到，别人看不到，他看到。房间里面全是牛头人，来问他说明。啊，这是我们在典籍里头看到的，唐朝时候事情。啊，他大声喊救命，这也就是运气好啊。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头在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就进去看看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啊，他就说好多牛头人问他要命，出家人马上就知道了，点了一把香送到他手上，叫他拿着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他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之后，他告诉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啊，这是个例子。啊，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悟人往生。啊，那么我在台湾呢，遇到真人真事。啊，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广化法师。啊，在台湾办了个佛学院，提倡戒律。啊，持戒念佛。那么他是军人，退役之后出家。在军队里面，他管军需，管军需有钱呢。啊，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在职的时候，每一天吃一只鸡，杀多少生啊！啊，出家之后虽然持戒，忏悔。啊，天天把功德回向给这些畜生，还是不饶他。啊，有一天在浴室里头去洗澡，浴室铺的是瓷砖，他就看到整个浴室都是鸡在吠。啊，他就到处躲躲闪闪的，就摔了一跤，腿摔断了。啊，一生拄着拐杖坐轮椅。告诉我，重罪轻报啊！那些冤魂是来要他的命的，啊，让他做个残废人。啊，现在往生好几年了，已经走了。啊，人是个好人，啊，杀业太重。出家也没办法避免啊，杀的太多了，一天一只，一年360只，他大概干了几年呢，应该要上1000只啊，这是我们亲自遇到的啊，晚年很可怜，晚年时候来看我，坐在轮椅，啊，说话很模糊，流口水。
啊，让我们看到杀生的果报啊，他来实现给我们看。所以下三品观经上讲是作恶的，无逆受恶啊，那命除刹那快要断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地狱相现前啊，虽然佛来迎啊，来接引他了啊，他是模模糊糊，好像是梦中，但是他还是被接引走啊。他说若不尔者，何至临终啊，得安闲神游啊，他只坐上了莲花台，他就是极乐世界的人啊，这些业障啊自然就消失了。啊，下面的话改为观经所示的下品之人临终之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众苦交彼也。佛虽现前，但以神识不清，不甚明了，说依稀仿佛好像在梦中，故云梦见彼佛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若非有佛来引，如果不是有佛来引解，也能安闲由此生念。啊，这是临终的最后的生念。然后随着阿弥陀佛到达极乐世界啊，随佛神游极乐。两种书所说的不一样，但是下辈往生也由佛来引，这是一个都说由佛来引啊，殊途同归也，故并引证一证四支啊。念老把两种不同的说法都记录在这个地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这下面说，至于观经下品三人，居士我人者，善导大师为下品上生者，是造受我轻罪凡夫。啊，造受我比较轻。啊，下品上生的，是我轻的凡夫。下品众生是破戒次罪凡夫人，比前面的重。下品下生是居造无逆等重罪凡夫人也。啊，这个说得很清楚，善导大师讲的啊，我们要重视。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啊，阿弥陀佛再来的善导大师啊，善导大师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亲自所说的。那么下品下层具造啊，无逆啊，具是通通都是造无逆。无逆是杀父
沙摩、沙阿罗汉、处佛身学、婆诃合僧。啊，这个五种罪，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五种罪，确实，前面四种不容易。啊，沙夫沙摩。沙阿罗汉，阿罗汉没有，现在这个世间没阿罗汉，但是跟阿罗汉相等的就是老死。阿罗汉沙阿罗汉为什么最大？阿罗汉常常教化众生，弘法利生，啊，这个人等于阿罗汉，啊，都不容易。处佛身学，佛不在世，啊，那有等同的罪，就是以恶的念头、恶心毁坏佛像，啊，把佛像毁掉，是恶念、恶心，啊，是有意的，无意毁坏，没那么重罪，啊，是有意，动嗔恨心，把它毁掉，这个是。的同样的罪过，啊，那么现在的社会，在这个地球上，杀父杀母、杀老死，很多，啊，都有了，啊，破获生也有。啊，但是实际上来讲呢，活祸僧团呢没有了。两个出家人住在一起都会吵架，都意见不合，是哪来的活祸僧呢？我早年也出来讲经了，啊，有一个老居士。资格比我老，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跟我李老师同辈分的，他们是师兄弟。啊，我讲经，每一天他都来听，来护持啊，做影响众啊。啊，有一天他请我吃饭，啊，在火车站旁边功德林。啊，我一去看，只有我一个人，请我一个人吃饭。啊，他问我，他说：“金刚法师，今天我请你吃饭，你知道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没神通。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我什么事情？不敢当，请教不敢当。他说：“无逆罪业，前面四种不容易犯，破活活生呢。”到处看到些在家批评寺庙，批评出家人，他这都是无间地狱啊！我听了之后，我说我们吃饭，这小事，这怎么是小事啊？我说老居士啊，我出家也有几年了，我没有看到有活活僧的僧团，你在哪里看到？我这一问他。他回地下哈哈一笑，没有活活僧的话，所以不会犯这个罪。啊，真有活活僧团，你要是破坏的，那就是无间罪。哎，现在没有。啊，一个人住个小庙，都无缘无故发脾气，你说有什么法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